原标题对越反击战参战老兵三十年后再相聚，女兵为烈士献上花。一名女兵来到李海心烈士墓前献上一束花，李海心烈士墓又是一位女兵来祭扫。参战女兵在烈士陵园留影，一名参战女兵手捧鲜花祭扫烈士陵，一名参战女兵祭扫战友墓，一名女兵来到战友墓前祭奠，一名老兵穿上当年军装为烈士墓鲜花，一群女兵捧着战友遗像合影。将近四十年过去了，这越自卫反击战解放军参战老兵再次相聚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头发发白，穿着旧军装的老战士对着镜头敬了个军礼，他已年过六旬。聚会上老兵为曾经的战友整理军容，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们举起酒杯。聚会过后参战女兵祭扫烈士墓，聚会之后祭扫烈士墓，老兵难掩泪水，一名参战女兵在战友坟前点上香烟，难掩悲痛之情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